老师，我要翻去石头城啊！我哋要去新学校啊，唔会翻去噶啦。嗯，嚟，伸手出嚟啊！无论以前发生过乜嘢事，我哋都要向前望。我哋系最勇敢、最坚强嘅。嗯，我哋系一家人，永远都唔会分开，记得嘛？记得。好啦，好快有嘢食噶啦，慢嚟先。 嚟啦！食啦！慢慢食啊！少爷，低爷，睇数啊，总共10文钱。阿爹，唔想有事嘅，乖乖地同我攞晒啲大样出嚟放上台。我话你哋知，今日我哋出动，你哋出钱。 唔听话嘅，出去听你咪。喂，打结，你又似你啊！打结啊！切，有冇搞错啊？而家系午饭时间啊！ 午饭时间系大家食饭时间嚟噶嘛？呢个时间打劫实在太冇礼貌啦！反起攻心系好难顶噶。我呢个人好讲养生嘅，食完饭之后咧就想瞓觉噶啦。我瞓紧觉咧又最憎俾人嘈醒。仲有打劫你专业啲啊，应该拣天黑嘅时候先嚟呢度打。打劫。 大家唔好乱走啊！
老板，唔使走。猪八戒好犀利啊！面前，大侠。大侠，边个？多谢你啊，多谢你出手相助。依家啲姑娘真系主动。1914年，中国四分五裂，南北军阀混战，北洋军阀以曹英最为残暴，曹军以杀立威，所攻之处必成人间炼狱，民不聊生，百姓纷纷逃难，流离失所。团长，喂，团长翻嚟啊！团长翻嚟啊！团长翻嚟啊！你食饭啦！食饭啦！食饭啦！好痛啊！系，我有个消息同大家讲，北方军阀曹英占据咗石头城，而家南方军情告急，我哋护城部队调咗上前线支援，普城暂时冇军队保护，要靠我哋保卫团。军队去打仗，我哋咪继续维持治安咯，冇问题噶。况且有团长带住我嚟得噶啦，你就话系咪啊？系嘛？食饭啦！食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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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团长食饭！团长，出面嚟咗好多难民，我哋啲村民唔准佢哋入城，而家两班人嘈起上嚟啊！你哋忍心见到啲难民四处漂泊，饿死街头咩？你哋好多都唔系普城嘅人，廿年前饥荒走难嚟到普城，我哋咪一样俾大家留低，好好咁喺度生活。冇错啦，大家谂下，如果今日落难嘅系我哋普城人，我哋系咪都好希望可以揾到个暂时落脚嘅地方啊？我哋听团长话啦。帮得几多得几多，大家话好唔好？好，好，我出馒头。各位乡亲，我哋都帮下佢哋啦，由我嚟负责住宿。好啊，就负责煮饭啦。
幫得幾多就幾多啦。表妹，表妹，表妹，點解你？表哥，嚟，俾我先。當時一班曹軍衝入學校，見人就殺，好多老師同學生都無辜慘死。理由是曹少麟不喜歡聽到我們讀書的事。我看到曹少麟殺人那陣好像魔鬼一樣，後來我就帶了學生離開石頭城。白老師在這裡住住先，我們普城人是絕對不會任人宰割的。冇事嘅，冇事嘅。嚟到普城呢一度，冇有怕，表哥会好好咁照顾你哋，放心。出去睇下。你撞到人，你哋嚟做咩噶？系你哋城里面最有钱嘅刘老板请我哋嚟嘅，做乜啦？开！成班人擦眉擦眼，我话俾你听，入得嚟普城就要登记。系你俾我噶咋？你呢个咁嘅地铺仔，我王威虎初到贵境，俾你哋一个下马威，兄弟。唔使帮手，好。呢招叫做卧狗上树。黑马威，冇嘢嘛？我边有事啊？仲唔上？系。千祈唔好将呢件事搞大啊！吓，呢班人系我申请翻嚟嘅护院。冇错啦，杨克兰，连军队都已经弃城而去啦，曹英亦都可能兵临城下，你唔系唔知系嘛？如果唔系我哋刘老爷有远见，洞察先机，聘请护院，我哋嘅安全边个负责啊？吓，唔通靠你哋几个保卫团嗰几个人啊？真系打起上嚟，呢啲护院有用嘅咩？杨团长，军队点解会弃城而去啊？会唔会听日佢哋就打到嚟噶？系咯。大家听我讲，军队只系去前线作战，并冇放弃普城嘅人，大家唔使太担心。几多次到咗要叫醒我啊嘛！我哋讲好噶，你明知道我难瞓噶，系咪想跌死我啊？下次唔买嘢俾你食噶。好啦，登记登记，等咪等，兄弟，我哋俾面刘老板咋？军长。
唔好吵啊！老板，帮我收下啲数。坐啦。好啊，好快嚟。想点样剪？你边位啊？我好似唔识你喎。我系普城保卫团嘅团长，八字酥、二撇鸡、羊咩酥，拣边款啊？冇所谓啦，我点剪都咁靓仔啦。白姑娘话你救咗班小朋友，系咧？你哋普城有咩贵干？唔系我想嚟呢度噶，太平带我去边，我咪去边咯。太平，我只马。喂，你想点剪先？谂紧。你做咩噶？唉，我都想知。今日冇嘢做，听日又冇嘢做。诶，阿哥，你可唔可以专心啲帮我剪数啊？一个浪人，路过嘅。几时走啊？都系要问太平喎。你有意见咩？暂时未有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八字须你点睇咧？如果我留咗八字须，会唔会靓仔啲啊？你留八字须个样有啲咸湿，成个坏人咁。哦，咁你点样分辨边啲系好人，边啲系坏人啊？伤天害理咪就系坏人咯。乜你仲相信呢个世界上有正义同埋公理嘅咩？信，真信唔够噶，一定要执行，冇人执行。有咩公義啊？啊，系啦，傾咗咁耐，仲未請教尊姓大名喎。再係楊克南，刻薄嘅刻，災難嘅難，係克服困難嘅克難。哦，幸會啊！我叫馬峰。天下歲亂，普城規矩不亂。冇事咪早啲走啦。我希望都係兩個字，太平，同你隻馬命一樣。记得去登记啊！喂，子贤啊，几多钱啊？你满意先至算啦。大侠，救命啊！系啊，都唔俾我好好瞓翻觉嘅。大侠，唔好意思啊，阻住你休息。我哋见过噶，今夜嚟揾你，其实系有事相求。我叫白灵，系个老师。唉，得，唔使讲。我知道你想点噶啦，不过我话你知，我个人唔系咁随便噶。啊，唔好误会啊！我而家带住一班无依无靠嘅同学去跟省城，大怕沿路会危机四伏，所以想请大侠仗义相助，护送我哋。嗯，你识得我咩？你知唔知道我系咩人啊？我知道你个好人嚟。错，
外国除了好事之外什么都做得出的人，你走吧啦。大侠，求你帮下他们啦！他们的父母被人杀了，只有你可以保护到他们，只有你可以将他们安全送去山城。够了够了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除了是个坏人之外，还是一个很忙的人。我看得很有空吗？现在大侠，唉，怎么啊？那你有没有钱呢？钱？是啊，我除了是一个很坏很忙，还是一个很恨钱的人。我是认钱不认人的。100元大头，你有没有？一百？有没有啊？你有我就帮你了。我还有计的，看你制不制啫。嗯？其实你也有几分知识啊。如果跟你好好打扮一下，应该卖到个好价钱的。我知道你都是想我知难而退啫，不阻你休息了，早唞。老师，你为什么是都要帮那班小孩呢？嚟，搬嘢上车先，一阵食完面出发啊！小心，慢慢嚟。哦，快啲啦！我放喺度。叻仔，过去食面啦。咁早啊，客官，睇你一身打猎装扮嚟附近打猎咧，荡失路啊？入嚟坐下先啦，咁早啲铺头未开噶。细路有啲唔舒服，瞓晏咗。请坐，客官。我哋呢度山脉连绵啊，嚟呢度打猎啲人啊，成日当失路嘅。客官啊，边度人啊？你唔系石头城嘅人系嘛？真系俾我估中。你又好彩啦，走得啦。而家石头城坎坷啦，俾个姓曹接管咗，搞到鸡犬不宁，正一狗军阀。狗军阀？曹英咪狗军阀咯？呢个扑街狗军阀个仔曹少麟仲扑街啊！畜生中的畜生啊！畜生中的畜生，你跟我很大仇的。是啊，我表妹在石头城教书的，
唔系嗰个滥杀无辜、诛狗不如嘅扑街曹少麟，嗰班细路使家散人亡，我表妹使咁惨。Lila， 我表妹落嚟啦，你唔信问得过佢，佢亲眼见住温生杀人嘅。我呢天牛话过，呢一世我都诅咒佢，佢死咗一定会落地狱，落到地狱永不超生。佢冇生仔啊，生仔一定冇屎忽。表哥唔好讲啊，等我招呼啊。嗯。啊，煮碗面你食啊，我铁牛肉面你要试下嘅。好，唔好落中花。嗯。你识我啊？我识。过嚟饮茶。放过呢度嘅人啊！坐，我似唔似一个滥杀无辜嘅人啊？咁咪系咯？啊，我生仔会唔会真系冇屎忽咧？咁佢生女又点咧？我又做错啲咩咧？吓？只是普通的老百姓，我们互不相识，你为什么要杀人？杀人没问题的，我八岁那年已经开始杀人，那时候我爸跟我说，不济，没问题的，你要杀哪个就杀哪个，因为你是曹英的仔。那是歪理。唉，枉你为人师表，咁簡單嘅道理你都唔明白，你點教育下一代啊？有強權冇公理，有權嘅時候啲人咪驚你咯，唔驚你嗰啲，咪死路一條咯。我同你玩個遊戲，輸我即刻走，贏你哋全部都要死。到你表哥碗面有冇落葱花？等啦，你唔拣我拣噶啦，因为佢挂住闹我，肯定碗面一定好多葱花。鐵牛牛肉麵啊，趁熱啊！我都唔食牛嘅。
真系唔关我事嘅。咩事啊？发生咩事啊？杀人犯，枪毙佢啦！应该就地正法。大家静一静，呢个人今日喺我哋普城杀咗天牛，杀咗个石头城嘅老师，同埋一个细路仔。因为之事已经理成，所以由我哋杨团长全权负责审讯呢个杀人凶手。咩名字？你喺边度嚟噶？点解要杀佢哋三个？我本来谂住入去食碗面，点知个细路仔突然间抢我支枪，我本来谂住攞翻啦，咁一走咗火，跟住个老板就扑埋嚟打我，我叫佢停手，佢唔停手，我开枪打死咗佢，唔系有心。你呃人！他们是你杀的，你不用再狡辩了。那就是说三个人都是你杀的呢？是意外。杀三个人都是意外。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不说，问你在哪里来你又不说，还在废话连篇。现在你自己承认杀人，我要普城保卫团团长的身份，判你个无名氏死刑。阿廖，请控制。是团长，根据法例，听朝一早就可以将呢两个狗头斩落嚟。站在你做什么？我来接少帅。哪个少帅？走。属下该死，你自作。请少帅恕罪。安娜会嘢吗？佢系当今曹英将军嘅公子曹少帅。呢度唔系你嘅地方，你凭咩叫我放佢？佢老豆系曹英咁啊？点啊？佢系杀人犯，听朝就要处决。我大军听日杀到，曹大帅接管咗普城，我哋就系发放人。打得到你先至讲啦！你够胆抢人，我将佢就地正法。你走，唔好乱嚟啊！你咁试下。我要提醒你，
如果佢死咗，你哋成个城嘅人都要陪葬。张石教，犯法就系犯法，我系小水都冇情讲嘅。放低枪，翻去。系小水。你只有一日时间，你全部听清楚。听日一早，我就会带兵入城接人。如果曹少帅有咩差池，你哋呢个城一定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收火出去，锁起佢。今次件事点解决啊？咁多位，请大家冷静啲，冷静啲啊！黑兰，黑兰啊！照我睇咧，今次就咁放咗佢啦。佢系曹英嘅仔啊，佢系少帅嚟噶。我哋向佢叩过头，认过错，又或者唔得，佢系杀人犯，听朝就要处决。好，既然系咁，黑兰，我唔同你一齐去陪葬啦。让开，让开啊！仲望咩啫？快啲放企，准备等死啊！我哋会尽快通知南方军翻嚟支援，大家唔使咁担心。你哋翻去先。上教，点解唔直接抢翻少帅？万一有咩闪失，我哋人头不保啊！少帅是什么人你还未清楚吗？不挽救他是不会罢休的。如果要大开杀戒，刚才一早可以动手。况且我们是要统治一个城，不是要毁灭一个城。他们不够胆动少帅的。听朝一早跟我入城拿人。但是不用再说。巴闭。恃住系大帅嘅红人，如果少帅有咩不测，天命嘅唔系佢人，我哋咪系区区几嘅地堡，使乜惊佢啊？你系咪要走啦，马兄弟？仲唔走，留喺度做咩？呢度有封信，系我喺白姑娘嘅遗物度发现嘅。对唔住，冇信封，所以我打开咗嚟睇。封信系俾你。班细路而家喺晒保卫团，
太后，白灵曾蒙君相助，深知君并非薄情之人，君之逍遥，白灵亦无意惊扰。但身为师长，亦不可置学生于水火之地，奈何小女子身单力薄，难以应对，故彷徨良久，写下此书，望君不负所托，将学生平安送达省城。白灵愿终身为奴，鞍前马后，任凭驱使，以此相抵100银元。空口无凭，此信为证。白灵动手。团长，你今日帮白灵佢哋捉到凶手，我敬你一杯。我做嘢嘅时候唔饮酒，饮啲啦，以茶代酒。真系固执。团长啊，问你个问题啊，你今日呢个决定？不怕连累到全家人无命咩？怕，就是因为怕先至要面对，唔可以退缩。今朝早嚟攞人嗰个上教，佢系我师兄，叫张毅。佢呢个人讲得出做得到，武功极高，你斗唔过佢，斗唔过又点啊？你咪想我算先，三条人命点计数？咁头先你又敬我一杯，做人凭良心嘅啫。呢班細路，我負責送佢哋去省城。你送？係。因為我有一趟冇得退嘅票。憑良心啊！我出一出去，好快翻啊！唔识啊！喂，我睇你印堂发黑，比武歌场兜风儿，睇你都赶唔到今晚。你唔信啊？唔信就算啦。在哪边？在地狱。
地獄。呀！呀！Thank you.
得嘅，正啊！可唔可以死啊？对呢班人惊成咁。你使乜咁心急要吊颈死啫？听日我会成全你噶啦。听日呢度最少死一半人。报告上校，营外有人求见。俾佢入嚟。去。师兄，睇嚟你几年都过得好逍遥，过得去啦。你个样几啱流苏，好睇。多谢，武功唔够你好啊，靠我样搭救咯。唔知从，你唔信啊？你试下留嚟睇下。我试下，好耐冇人够胆咁样同我讲嘢，你真系大胆。咁当然啦，你而家系位高权重嘅将上教，边个敢同你讲笑啊？哇！你看看这两条龙几威啊，你现在做到你想做的事了。现在只是个开始，我希望可以走得更远。嗯，恭喜你。那你呢？你的大漠游历游历成怎样？我都是刚刚开始，我都想走得更远。一早叫了你跟我一起打天下的，你是都不听，你帮我吧。跟你一起打天下？我咩做噶？首先做营长，打多几场仗之后，上教呢个位置我让俾你。营长听落几好。营长，做营长系咪要由呢度打打杀杀到呢度，然后再打打杀杀到普城啦？唉，讲到普城咧，普城啲老百姓啊真系可怜。今天应该都全部死了，是吧？我说过，只要肯放了少帅，普城的百姓就会安全。你那个少帅是杀人犯来的，他杀了三个人，两个大人，还有一个是无辜的小孩。不要说他杀了三个人，就算他杀了300个人，我都要保护他，这个是我的职责。我是不想见到无辜的人枉死啫。是啊，我都是不想见到这么多无辜的人惨死，我先给多一日他们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正义地跟我说什么正义？你来到镖局有多惨你不记得？就是因为你所谓的正义，那狗官将我们镖局一把火烧了，把兄弟流离失所，死伤无数，你是不是不记得了？我记得。
想死？就凭你啲咁嘅功夫，你就想劫镖？我唔系劫镖嘅，老天爷，你点解咁冇天理啊？你个狗官，呃晒我啲钱，杀咗我父母，抢走我老婆，你快啲俾翻个老婆我！狗官，就算我今日报唔到仇，我死咗做鬼都唔会放过你。你而家走仲嚟得迟。人亡，唔通做镖师就可以是非不分啊？唔通我由得呢个狗官逍遥法外咩？如果你真系杀咗佢，镖局上下三百几口都会死。师弟，呢个系现实。有强权冇功利，师兄，现实嘅结果系点啊？个狗官咪又系秋后算账？如果你仲当我系你师兄嘅话，唔好与我为敌。多谢你只鸡蛋，师弟，叫佢哋放人。小西，小西，在下马峰，是奉张上教之命来救你的。啊，是的，小西，我有个问题问一下，不要介意。你呢，出来之后打算怎么做？会不会放过普城的人？你当我傻噶？啊，你杀咁多人，件衫仲系白色嘅。不过你个心一定系黑色。放唔放啫？又系一个狗官。看来他想你亲自放他。你现在明白了，他其实不担心我们放不放他。根本他就是喜欢杀人。如果我们现在放了他，就等于将条命无条件地送给他。
希望南方軍喺前線打勝仗，趕得切翻嚟。咁普城嘅老百姓就有得救。幾通透啊！不過通透又係死，唔通透又係死。就嚟天光啦，嗯？我唔知道你係邊個，不過你想玩呢個遊戲，我奉陪。阿廖，你嚟啦！阿廖，阿婆话你有紧要事揾我，咩事？系啊，跟我嚟啊！去边啊？边行边讲。今日發生咁多事，你都冇食過嘢，食過餅？喂，你做咩神神地地咁？咩啫，行啦。識你咁耐，你每次一緊張就肚痛，究竟係咩事？劉老闆想同你商量，佢有個權宜之計化解今次嘅危機。你几时见过佢？佢嘅权宜之计，咪就系叫我放下曹操咯。你唔系咁样信嘅，唔信我得死啊！咁多年，我同你出生入死共患难，我讲嘅做嘅全部都系为你好。我信你，不过冇得拼。曹小麟唔系善男信女啊！人家的老豆是什么？是大军阀，有几十万军队。你呢？你是地堡而已，带着我们几条友，没得斗的，斗不过的。光仔死了，我怕下一个死。你怕下一个是你？我们身为保卫团，你给我放过杀人犯。我真的想不到最怕的是你。我不怕，我是救你。三十年，我跟了你三十年。你讲咩？我跟你讲咩？人哋叫做撩哥冇所谓咩啊？我服你啊！你系我阿头，你讲咩我都听。但系今次你要听翻我，帮人。我爹做地保嘅时候，有人同我讲，做地保唔使识好多字，但系最紧要识得分是非黑白，知道咩系啱咩系错。你知唔知嗰个系边个？嗰个就系你。我都好服你。但系今次会死好多人噶。为了曹少麟值得牺牲这么多人吗？你去问下啲乡亲父老啊，问下佢哋想点啊！唔好同佢哋讲咩公义、咩尊严，我哋净系想平平安安，有餐安乐饭食，唔好为难佢哋啦。你以为我哋肯跪，件事就有得解决？为咗先啦，保住条命紧要。我哋今日跪咗，听日可以起得翻身咩？我哋嘅子子孙孙、世世代代可以抬起个头做人咩？我哋唔系奴隶，我哋系普城嘅主人。我哋越惊，只会死得越惨。由曹少麟踏我哋家园开始，就已经系百姓嘅事。我哋冇得避噶。系，我哋可能会死，
大骸人都要死噶啦，但我哋死得有价值啲啊，好唔好？亚哈娜。你想点啊？刘老板请我哋嚟噶，你仲唔明啊？你要夹枪，你完成任务啦，你走啦。刘老板话要立功请罪，杀咗佢就系功。姓杨嘅落咗阴曹地府，唔好怪我。我哋都系求财嘅咋。你有本事杀咗我先讲。送你走。
冇用噶。你哋企身度做咩啊？刘星，你派人杀死廖哥，我要你填命啊！错，我话你听，系杨克兰得罪咗少帅，害死自己嘅兄弟，仲连累我哋班普城嘅百姓，同佢一齐陪葬。你听下班百姓点样讲？杨团长，如果曹军入城，我哋呢度成个城嘅老百姓一定会俾佢哋杀晒噶。杨团长，我求下你，你放咗少帅得唔得啊？求下你，你放咗佢算啦。克兰，我个仔仲细，我只系想佢平平安安咁长大。我谂你都唔想睇住你个女听日俾曹军杀噶。阿廖同光仔嘅死，我相信冇人比我更难过。我唔系要报仇，我只系相信杀人者系应该得到制裁。但系杨团长，我哋点算啊？杨团长，我家族五代都系喺普城呢度安安稳稳咁生活，我已经80多岁，我求下你，俾我嘅后人一条生路，我求下你。收手啦！杨长，阿娘，你哋两个起身先啦，起身啦，跪低啦，一齐求杨团长，求杨团长啊，你跪低啦，团长，我。人间自有公理，公道自在人心。我杨家三代在普城做地保，一路以来尽忠职守，问心无愧。今天大家不再需要克兰，我明白大家的恐惧。天光之前，我会辞去团长一职，放不放人就由你哋自己决定。保卫团从此解散。
商業會中意廣州嘅，佢會識到好多新同學，發多個月糧俾啲兄弟。一个人留在这里有用吗？他要的是我，我留下他就不会迁怒老百姓。对不起。小帅，你出来了。对不起，小帅，我们来放你的。仲劈开佢？咪劈啊你！唔好玩啦，小帅，小帅啊，你出嚟吧啦！你大人有大量，出嚟啦！小帅啊，你出翻嚟啦！小帅，其实我哋大家知道错噶啦。会同我去婆婆屋企揾捉伊恩噶，我等你，你快啲嚟。嗯，好快。我哋揸啲佢嚟睇下。中！哇！啊！好厉害，真系好厉害，出拳好快，快到阿爹都睇唔到。不过有啲痛。嗯，你锡翻我。嗯，再锡，再锡啖。团长，去边度都冇所谓噶，我哋净系想跟住你。跟乜鬼嘢啊？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你估我好想成日对住你班马骝嘅咩？走啦。好啦，我哋走先啦。我哋团长，好多谢你咁多年嚟嘅照顾，希望有机会。可以报答翻你。嗯，走啦，保重。杨团长，他们走了，你还留在这里？我马车还有个位，顺便送你。我想要你送，你送小朋友吧。你真的不走？是。明知自己会输。我都没有做错，会输什么呢？
罪。少帅，属下嚟迟咗，请少帅恕罪。人哋开锁。把锁唔系你开噶。对唔住，少帅。如果你唔系我老豆养嘅一条狗，我一早劏过嚟。边个锁我嘅，就边个放我。系，少帅。人哋同我打杨克顿。我喺度。点啊？红差到咗未啊？我谂佢当失路。眨我个头，使乜红差啊？我成个头喺度。走。走咩？我一条命可以换几多百姓嘅命？超，俾个头你又唔斩，好，你咁为得啲百姓，又咁想死，攞成全你，绑起佢，等我同佢慢慢还。既英俊又潇洒，气宇轩昂，真系英雄出少年啊！今日少帅光临刘府，令刘府凤不生辉，谢我刘某嘅光荣啊！以后大家就系一家人，细佬愿为牛。老爷，食饭啊，食饭啦，咁多嘢讲，食饭啦。吃饭啦！啊，你真系食噶？生儿第时大个咗，一定系一个顶天立地嘅人。你同娇儿姐姐去婆婆屋企度先，阿娘去接阿爹，好冇？嗯。各位老师，班僆仔就交俾你哋。师傅，
唔好喊，听住啦。你哋大个之后要做个善良嘅人，知道吗？打妖怪！有些应该要做的事我是不收钱。点啊？到转头饮酒好唔好玩啊？哎哟！我琴晚同你讲呢度系死一半嘅人，而家要全部死晒，你系最迟一个，你要顶住啊！来。我是来送礼给少帅的。送什么礼？我来看看。看看都可以，但我怕你们官阶不够高，因为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机密的。好了，如果你们坚持要看的，就给你看咯。我拿出来了，真的要看？带他见少帅，收起他的武器。
冇嘢啊嘛，肚痛。喂，我都系。等阵。少帅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话系嚟送礼俾你嘅。佢系嚟玩游戏嘅，叫佢上嚟啊！系。喂，上嚟，喂，上去啦。少帅，咦？换了件黑色衫喎，唔好乱嚟。恭喜少帅夺得普城，在下有贵重嘅物品想送俾少帅。哦，有礼物啊！系啊，就够呢只腊鸭啊！我睇你送乜？诶，唔好咁冲动，我即刻攞俾你。喂，攞嚟啊！吓咩啊？头先俾你嗰样啊？边样啊？头先俾你嗰样咧？你边有俾嘢我啊？小翠，睇白你冇礼物送佢啦，耍花招。我绝对冇耍花招噶，我嘅贵重礼物就系帮你放咗杨克兰，等你积翻啲阴德。不过而家冇用啦，你又杀多个人啦。切，我使乜积阴德啫？你知唔知点解我放你上嚟啊？咪就系因为好玩啦、啊。Oh!
叫咗你唔好乱嚟，点解喺度害我？我边有害你啫？我嚟杀嗰个冚家铲啫嘛！你杀咗佢，就等于毁咗我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啦，你帮我杀咗个冚家铲，我去杀咗佢阿爹，我保你做大罪。哼，你得咩？
团长，那天是揀人死的。我曹英的仔啊，我曹英，我老豆曹英啊，仲记得细个嗰阵练功偷懒俾师傅罚，三日三夜冇水饮冇饭食，好在有你。得啦，你好长气啊！我嗰阵攞一只鸡蛋俾你，你感激不尽。呢件事你讲几百次，我都听到厌啦。睇在鸡蛋同师傅嘅份上，以后我让你三分。你讲噶，以后我打你，你唔准还手啊！以后时代变啦，标仙呢一行做唔长久，以后会做啲咩我哋都唔知。多谢，唔使客气，系你讲嘅，公义要有人做先存在。
几日之后，曹英亲率大军开往浦城，下令鸡犬不留。同时，护国军胡师于浦城十里外血战曹军，曹英兵败身亡。我走啦，再有机会嚟浦城，记得揾我，我帮你收下啲数，唔收钱。如果你想闯荡江湖，做一个浪人，都可以嚟揾我噶。我要闯荡江湖，为民除害，做旅客。等你大个女之后，先再讲啦。马峰兄弟，保重。保重，保重。马峰，你去边啊？我唔知喎，呢个问题就要问我老友太平啦。太平，旷野之城，在黎明之前，在这里淌血的野山恶，是行为坚决，是飘荡在黑白之间，用沉默妥协。谁冷笑着将不能用单纯开炮？谁流浪着？就算威胁凶